哎呀，哼，收拾东西。对，换羊了。喂，阿华。啊。我在想，不用把我们的碗也放进去，也要压缩，也要爽。你的碗是放在压缩锅里面。只要2块钱，真的比石头还硬。哦靠！到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，风还是那么大。你看，演示一下。等等，演示一下，我骑上车，然后把流动解开就是了。它是一个的披风，如何在风中飘扬？哦，靠，真的。嗨呀、啊！在新疆最怕的还是风，在西藏这边阿里这边怕的还是风，打板都不怕。阿杰因为后面行李太多，前后严重不平衡，然后在这个风口处差点被吹到路基下面去。夜色渐暗，前行困难，这次连羊圈都没有，我们不得不栖身寒洞。没，还有，你搅拌搅拌。炒花生，这是晚餐的菜。什么菜？花生仁儿，老干妈。可能的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，我们在太空舱里面。啊，今天真是好难忘的一天。明天白天再来录，一揭庐山真面目。要多少呢？哎。新的一天从，你打吧，别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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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.25升，够了，够了，我煮过面，不要浪费水，我打完它，打完也行，还有一 点，反正今天到3点喝，才1.25升打完，我还有3升，这样啊，太空舱的生活从做饭开始。这个瓶子离我远一点，不然我又不小心把它装水。昨天夜晚，我姐说夜骑到这里，被迫住在这个离拉梅拉山口还有7公里的一个涵洞下面，找不到房子，我们把它叫做太空舱。神都十号，这里挺暖和的，就是光线不大好。
啊，现在在煮面。等一下把那个舱门打开就好了很多了，那里有风进来，我们把它堵住了。酒泉酒泉，这里是神舟十号返回舱，现在我们准备开舱进行太空行走。能够我知道这三个地方我也有，我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我不我你不钻的钻的时候不是这样钻的，直接一拉就可以了。那个的，算了，这个拉不了啊。太空舱门彻底打开了，我操！我看哪有房子？我指给你啊，看到没？我操！操吧！我都说了，你明天起来看到一定是很多房子的，你信不信？那里就有房子啊，我们还在这里。我们说视野不好啦。内存还够吗？够啊，我就是要到四千盒了，所以可以使劲拍。哦，对了，四千盒也要找网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再往后就没网吧了。拉萨，我靠，那不远。太空真生活前面，想怎样呢？现在已经住了太空舱，出都不用出去了。爸，你说昨晚不是有两处亮灯吗？啊，第二处亮那里不是房子，第一处是吧？对，第一处是，就昨晚我看到那三个点是。啊，终于出来了！啊，昨晚就屈居在这个桥洞里面。我靠！啊，看这么小洞，我不知道怎么钻进去的，还把这么东西给盘进来盘出去，太屌了！我靠！啊啊啊！是出动啊！哎呀，我看，咋样玩的？哎，把车子装上。出发三个多月以来，睡过的寒冬也不记得有多少了，但昨晚睡的这种太空舱绝对是第一次，穷途末路被逼到这份上也是醉了。不过要是选择在外面搭帐篷的话，我们肯定会被吹跑，哎，下次要长教训了。那你就拿两本，我这里有。我很鲜了。
啊，今天真是啊，到四千河得下午了，啊，累死了，洞太小了，太空舱生活真是。啊，终于爬上了这个，爬上了这个，这个叫啥来着？什么垭口？什么打板？还是什么山口？啊，叫拉梅拉打板，我勒个去！啊，从办公室出来。搞了三天，今天才终于到这，接下来就是一路下坡，一时间时间不到十分钟，真的。当这么大一片市区出现在眼里时，还是挺有感慨的。因为自从离开叶城踏上新藏线后，已经习惯了贫瘠、荒凉与人烟稀少。虽然眼前这片城区如果放在内地来说完全不值一提，但作为阿里地区的首府的狮泉河，它已经是这片5000米高原上最繁华的一块宝地了。我们计划进城找网吧转数据、修车子，再买点蔬菜、粮食等补给，顺便小做修整。新疆快餐，哇，还是有新疆特色。好大一个城市，哇！这你来到了农贸市场吗？啊，算钱吧。肉类区那里有肉类，一个肉类吧。啊，剩下30。你记着呗。记着。要不要买？猪啊。你问下这边猪肉在什么价格？猪肉吗？那是18块钱肩。有没有别的肉？没得了，只有猪肉。就主要是卖猪肉的。只有猪肉了，你要买茶碗酒也是吧？啊？羊肉。羊肉啊？羊肉。羊肉没有。没有。哎，别收摊了。收摊了。哎。他们自己的肉在卖吗？那种茶碗的。自己买嘛。应该是早上才有的吧？哦，早上才有。早上有。哎。之前在死人沟边防检查站的时候认识了江西老乡谭兄弟，没想到我们骑到狮泉河的时候他也正好有事回地区上，他看到我发的状态后立马就联系上我，非得要请我们吃饭。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何况还是在这离老家几千公里的西藏的西藏，盛情难却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感谢谭兄这一乡千里的同乡温暖。今天变天了，真是天气包头下雪，看来是真的。今天买点肉暖暖身子。去啊，问了，我帮你拍一下。41斤啊，41斤啊。
这边的牦牛肉都是藏民自己养的，而且都是新鲜赶早来卖，40一斤并不算太贵。虽然我俩盘肠都见肿，但还是合计着买了一斤，加上买的其他各种补给，车子瞬间又堆得像座小山。山顶上能不能望得见，就算分离的世界，天空依然相连。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，也许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。到了昆沙机场的检查站，前面的司机说，神山那边就是韩仁波齐那边下暴风雪了，不可能撞不了山，我们人品太好了。然后今天早点找房子住，估计明天会是在雪中骑行了，太坑了。一来这边就开始下雪，走了。完蛋，在这里开始飘暴风雪了，真飘了我。啊，好恐怖啊，那里。不知道有没有人，但是那里有个好大的路牌。这枪里面，哎呦，哎呀，哦，枪好。那，哦，出来，不行啊。这个是圆着门，反正这样子是可以。我们内地以前建房子是用那种黄土烧的砖，现在也好多用水泥砖了，水泥砖结实也保暖。不，真正结实的是应该那种以前那种，在那里就能找到。哦，也是。都是土豆。以前是那种基砖嘛，黄土砖。那种要软。哎呀，只能在这里。这次太麻烦了，通上电了。没人手没一样嘛，也认识。我们一样的，对。这是那个，这是那个汽车上用的电池吧？好像是。哦，汽车电池。对呀、啊，汽车电池。对。可以吧？可以非常、哎、太已经非常不错，已经很好了。这个是电，已经够好了。这个电力的，真的是比我们前天住的好多了。我们前天直接在那个，前天没找到破房子，在那个桥洞底下睡的。已经够了，够了，真的够了，谢谢。非常感谢你们。28970915。拉兹那里是318国道跟新藏线交接处，5000公里。你
先记他的 名字跟电话。停机，我知道。名字叫洛桑平措哈。对，洛桑平措，好，记住了。然后把他电话记住。这帮工人是来自勒卡泽的，他们组成一个小工队来到阿里，承包了这个村的一些房屋建设小工程，是那种典型的藏族风格的砖土房。我们很幸运的就住在他们新建的房子里，倍感温暖。唉，终于起床了，这是我们昨晚睡的地方，一片凌乱，在一个非常漂亮的藏族房子里。外面昨天说下暴风雨，应该是真的。哇，起这么高了，哦，下雪了，真的是。拜拜，停下了。幸亏昨天晚上没在夜骑了，不然就死定了。你去哪上厕所？雪啊！哎，朋友，我们先走喽。好，好，先谢谢你们。狮泉河出来之后，我俩都是扔掉攻略随性走，到了天黑就找地方住。这天骑到江埠村，正找地方扎营，一位叫强真卓玛的藏族阿姐邀请我俩上她家住。哇，这么多房，真是太麻烦你了。真是啊，今天遇到好心人了，给了我们提供睡的地方，一个茶馆的住宿间。这是说真的，藏族人。是啊，藏族人真的没得说。这个叫托木村，太棒了。哎，怎么感谢人家的？以身相许吧。许你妹呀，许！想认他做姐姐吗？不过他确实对我们内地很好奇，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，他去年去过郑州。好牛肉啊！
阳光。哎，黄瓜没削皮，不用削了。啊操！见你再来。啊？在车里啊。哪个袋子？等一下，我来找你，找不到。我来炒菜。我也吃饭了。我这个肉放哪里啊？我操，没碗了。哇，好香的饭啊！这盘菜放哪里啊？还有没有工具？放上去。不是，我吃饭的工具我没了。懂吗？啊？放这里啊？你妹滚！你的那个。这个放不下。拿这个这个。把这个装花生里面。别看。对，拿这个装花生里面。这什么信号啊！操！啊，这光明区我上怎么？哇，我服了！来，吃饭！你水加多了。我操！我加多水了，不管。完了，牛肉炒黄瓜。花生仁，妈的，花生仁炒烧掉了，我靠！还有猪肉渣。喜欢行健的话，欢迎点击下方的蓝色订阅按钮，以后一有更新你都能收到提醒。快乐的在路上的你要怎么样，易碎的骄傲着，那也曾是我的模样，沸腾着的安着的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比亚谜样的闪着的故事，你真的在听吗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了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
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我曾经毁了我